我话我答错先吓，咁啊首先由玲姐同阿卜，诶点样答错先法先？好，嚟玲姐准备好啦，预备。唔多唔少啊，开始第一题。有祈福党呃你，你会讲？我全家都好幸福啊！香港打工仔最想同老细讲乜嘢？而家先，太细啦，我睇唔到啊！亲热嘅时候。男朋友是想聽你講幾時加人工啊，大佬！立問骨灰庵的時候，這個人會跟你講再嘈就同我出去罰錢。另一半跟你分手，他會講有咩幫到你？阿婆睇啲紙報紙，節節太細，會話我哋八字星座血型都唔夾啊！老師對住全班學生通常會講。唔好停啊，多啲啊！去飲茶嘅時候，侍應通常會講：先生幾位？錢嘉樂做電影動作，導演會講：嚟多聽啊！見到朋友俾人呃，你會講：你咪傻噶你啊！四題啊！三題啊！四題，四題啊！係啊！中咗啊！喂喂，你。你聽過屎忽撞棍未啊？撞咗四題喎，你四題啊，好嘢喎！好嘅，下一題。好啦，是後是低，好開始。喺條街俾人撞到，你會講老細大力啲得唔得 ？OK 喎。去名店買嘢俾人秒嘅時候，你會講我憑實力得翻嚟㗎，差你咩？按摩嘅時候，你會同技師講。吔屎啊你！老細叫你入房照肺嘅時候，你會講呢條咩嚟噶？去婚禮祝賀一對新人，你會講？哎，呢單嘢唔係我跟開。去到魚檔買魚嘅時候，你會問咩啊？我而家俾唔起咩？女朋友俾六母你帶嘅時候，你會講白頭到老，永遠唔散。講反話。你夾極都夾唔到嘅公仔嘅時候，你會鬧咩啊？你個嘢壞咗啊？哇！你朋友借錢唔還，會講咩啊？睇路啊，靚仔。都得。見到好憎嘅人，你會鬧佢。你個賤人！好嘢啊！我又係你知唔知自己答咗咩㗎？我唔知㗎，我都唔知你答咩。你認真有表情啊！好嚟，預備，預備 ，OK， 係。阿仔帶女朋友翻屋企過夜，老豆會講：咁多人死唔見你死。係喎。見到仇人會講：狗。啲綿羊仔係點樣叫噶？叫乜啫呢？推油嘅時候，師傅會同你講 good take 嚟得噃。導演最中意講，請雙方接吻。朋友奉旨成婚，你會同佢講記得帶套啊。啱㗎。玩完遊戲，掌門人都會話咩？结婚交换戒指仪式之后，证婚人会讲：唔该你啊，除衫先啦。另一半同你按摩好舒服，你会讲：作鬼作情。民间驱鬼仪式通常会讲：咁唔小心啊你。好，三位，三位。